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呢，刚刚骑了滑板车来到这个 mall， 这 mall 是 Downtown East 的。之前在这边介绍有一个 Daiso， 它是就是不一样的 Daiso。那今天呢，在这边其实情人节跟朋友约吃饭，嘿嘿。这个就是我刚骑来的滑板车，哒啦！我今天要吃的这间餐厅叫做 Sega， 然后它也是哈拉富，所以清真料理可以在这里吃哦。走吧。好，今天吃的这间是 Sega 餐厅，它在 Downtown East， 所以它这间是单点的料理。哒哒哒，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点几个菜吧。哒哒，来新加坡就要吃这个新州炒米粉。赞赞的哦，这个味道超香的。真的，这是新加坡也很推荐的麦片虾。好，首先是吃这个新州米粉，它里面有洋葱跟onion， 还有 spring onion， 然后加一些鸡肉，鸡肉好像是鸡胸肉 chicken breast。哦，还有一些豆芽菜，绿豆芽还是黄豆芽，不知道。嗯，它里面呢有用一种甜酱下去炒，甜甜的感觉。然后它面那个米粉呢还蛮湿润水润的，然后它鸡肉也不柴，是很有嚼劲的那种鸡肉。嗯，好的，新州炒米粉会给8分。好，我们的糖醋鸡也来了，糖醋鸡有这个，里面有番茄啊、青椒、洋葱跟凤梨丁在里面。好，首先吃这个麦片虾的这个麦片，它感觉没有那么的水分在，干干的，然后有一点甜味。然后里面有那种糖的颗粒，有一点点的嚼劲，然后里面有加 spring onion 跟辣椒 chili 的关系，然后所以它麦片是有一点点辣度的。然后这个是麦片虾，它呢大概手指的大小，嗯，它是非常非常脆的，它这麦片虾非常非常的脆，然后你那个壳啊都可以一起吃，然后很有嚼劲，然后里面的虾肉肉质还蛮软嫩的，嗯，然后一点点香香的那种虾的海鲜的香气在里面，很香很好吃。这个我会给8.5分，8.5分。然后吃这个糖醋鸡，嗯，糖醋鸡它好像先外面有裹一层粉，然后先下去做稍微微炸，然后再进来这个平底锅炒，然后所以它外表这个鸡肉有一点面粉的那种口感，软嫩软嫩的，很好吃。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加一些洋葱、凤梨，然后红椒、黄椒跟红椒、黄椒、青椒，然后还有番茄，还有一点点的辣椒片。可是里面味道是很多元，然后可是偏甜，然后一点点微辣的后劲在里面。它这样很适合配饭。然后它番茄丁也是切的超大片。不过凤梨啊，它就切那种方方的，它这种不是罐头凤梨。还有这个洋葱，它洋葱没有软嫩，所以它是用生的洋葱下去炒，就是那种洋葱的那种硫化物的腥味还在里面，很好吃哦。好，这糖醋鸡的本身我会给9分。
来看电影。那我最近抽中了两张电影票跟爆米花券，就要把它用掉。这是 Elsa 跟安娜的气球，背面是他们的 family。而且我们换的这个，它价值一个套餐是7.2元，那我们这次抽到是送两张。他帮我们包起来。这间电影院啊，它是在JOLO星耀张仪的里面。对，这电影的大厅的样子 ，IMAX。我们换好我们的爆米花跟饮料了，现在我们要去看电影。今天要看的是 IMAX， 然后是 Inception。我们要先进去了，这是 IMAX 的电影院哦。噔噔噔噔，都没有人呢 ，OK， 可以大叫了。我们坐 B12 跟 B11， 都没有人。哦，我们包场哦，可以大声讲话。好，我们今天看完 IMAX 电影，那超赞的。那今天是七夕情人节，今天主要体验是说用我们抽中的电影票，然后来新加坡 IMAX 电影院来体验看看。好，我们今天看的电影是《全面启动》，台湾翻译叫《全面启动》，希望大家也跟我一样会喜欢这个电影。今天体验新加坡的 IMAX 电影院，我自己体验的感觉是还不错，然后我自己会打9.5分。那希望大家也喜欢今天的影片分享。那顺便更新一下，就是新加坡樟宜机场这附近，就我星耀樟宜这边的电影院，就是疫情后疫情之后的电影院的样子。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，也祝大家今天七夕情人节快乐。我今天点的是抹茶舒芙蕾，然后我朋友点的是草莓舒芙蕾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香香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吃这个抹茶舒芙蕾，好漂亮，它冰淇淋快融化了，关子。我吃这种通常都会先吃冰淇淋，冰淇淋抹茶味好重哦，超香的哦。给这个枫糖，好，先吃一口舒芙蕾，这第一口，它那个 pancake 的香气啊，奶香味很重，然后带一点甜甜的那种枫糖味的感觉，很香哎。然后它抹茶味，这个是偏甜的抹茶，它不是偏苦的抹茶哦。然后它刚有加那个糖浆的关系，所以它会把那种茶的那种一点点的那种涩味中和掉，然后所以在嘴巴里面是蛮圆润蛮滑嫩的感觉。抹茶这个我本身会给9分耶，很赞哦。这个 cream 超赞，吃完会不会超罪恶的感觉，回家可能要跑3000公尺之类的。这是我朋友的草莓，
莓有一点酸耶，然后他要给这个蓝莓，蓝莓超大颗的，然后这是草莓上面的 cream。有一点点草莓香耶，淡淡的香气，很好吃。它的 pancake 基底应该都是一样的，然后只是看你 order 什么，对，在你 order 什么口味，它在帮你加不一样。这边吃甜点呢，这边后面是樟宜机场的瀑布，很浪漫。嗯，这是七夕情人节，就是情侣或者是朋友之类的可以来的一个地方。好了，推荐给大家喽，希望大家今天会喜欢今天的影片。嗯，我们今天行程呢，就是中午吃新洲米粉，然后下午去看电影。那我们今天看的电影是 IMAX 电影。然后晚上呢，因为还饱饱的，所以我们就吃新奶咖啡。对，在樟宜机场，然后后面还有漂亮的瀑布，啦啦。好，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。那我下一次下次见，拜拜。